喂，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Baby 也是有人权的好吗？哇！不是，你们已经犯了天大的罪，现在我就代替上天来惩罚你们啦！我害怕，你也要相信自己，亚瑟也可以做输出。你们现在可以听得懂 baby 的语言了，我帮你们后置翻译了哈。大家好，我是卢娜比，欢迎来到看 baby 的游戏。现在的大人到底是怎样照顾小孩的？那个小孩饿到肚子像大人，没有东西吃，爸爸妈妈都是走啊！我的，what is？这样危险的吗 ？Hello， 怎么就突然间飞过来打我了？一个弱小的宝宝到底是要怎样生存呢？你啊，这些父母真的是那么不待见，就是我们最大了耶！前面有一个甜甜圈 ，Oh Lord， 这个甜甜圈还打过我的屁股。哇靠，真好吃！哇，我已经 six pounds 了，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看爸爸喜欢刘邦邦躺在床上。我最喜欢吃爸爸的棒棒糖了。哦、oh! ，真的啊？为什么一个 cleaning machine 啊可以对 baby 这样危险的没啊？我的父母真是 bad parenting bad bad。既然父母都不在家，那家里就是我们掌控一切了。Watch out for evil kids, cars, Dumbas, workers. They will make you lose fat if they hit you。不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成为最大最肥啊！我不是灰尘好吗？厕所有东西吃吗？有面包，面包。也吃多一点，吃多。到底是谁丢披萨？昨天王阿姨留下来的披萨，你们两个吃到厕所，马桶也有蛋糕。Oh my god！ 我的爸爸给我妈妈知道的话，一定完蛋。哦呦，这样小就可以滚了。我要进去游泳没？没。世上只有宝宝好。妈的爸爸不在家，妈妈一去玩捉、喂，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Baby 也是有人权的好吗？我不是一个垃圾。妈妈一去，你就不能好好给我唱歌的吗？哎呦，这里这样多东西吃哦！So good，chocolate。什么声音？不要这样刺激啦！你们要打野战也不是在这里打的，这里有一个婴儿嘞 ！Cookie，Cookie，Cookie！ 越来越大只了，越来越大只了 ！Here comes a fat baby！ 要死我！这个东西我可以打烂它的嘛？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技能解锁？哇，这个好像很 gang 哎！我们要拿那个呕吐技能先。阿妈有教我们吃多多，吃肥肥。阿妈才爱肥肥的孙 ，OK， 哦，新技能 ，Oh my lord， 格力尔来了 ，Cleaning machine， 你以为你很顶啊？看到我屁股没有？抖到你的螺丝都掉出来呀、啊！吸尘机，shit， 我 blew 到我有点想要呕。这里太危险了，我们要离家出走了。这世界已经变了，不行，我们要想一个解决方案，让鲁奈比来想一个计划，拯救这个败坏的社会。你们愚蠢的人类，鲁奈宝绝对可以把你们救出来的。有没有食物给我吃？我一个弱小的小宝宝，无家可归，现在只能找垃圾桶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家里的食物被我吃完了，这些人呢、浪费食物，白面包这么干净没吃完 ，cupcake 美美的一粒。危险危险危险，走开！哦 shit， 没事。嘘，你可以给我。我们要过马路喽。小心。这里一个小宝宝 ，Oh shit， 你没事吧，先生？Chocolate，more chocolate， 52斤了。Instead of scaring people, puking now kills them. Oh wow， 我的呕吐变成是一个毒性的呕吐啊！哦，这人怎么像小智的？哇，暴力啊！救我！What the fuck is this？ 大宝宝。
What？ 警察嘞？这个社会腐败到这种地步了吗？可怜的我，没人爱，出来还要给人家打。这个人是在做什么啊？你一直在那边摸摸我们宝宝的人权呢？父母已经抛弃我们了，我们还要被这个残酷的社会虐待、毒害。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了，娘，你们全部都给我死！不要给我找到很多食物。我跟你讲，哈，你们要完蛋了！快点，快点，我们过马路，过马路。哦 ，no， no， 我又变成小智了。啊，不要过，够了啊！我跟你讲，够了啊你！够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假赛啊你！打打打！死屁孩！我吃吃。OK， 这里这里这里。啊！七哦，我怎么会被打一下？我你看啊，要做手部运动，震动我们的手。我要更多，给我更多食物，到时候我就给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超级无敌巨无霸。哇，其实出生在这个世界也蛮不错的嘛。啊，你看我要吃什么有什么。那、啊、哦，我、哦、what what 傻眼宝宝，没有人管我，更好。小屁孩，我觉得这些东西开始满足不了我的食欲了，我的食欲越来越大了，哇，我已经饿到连垃圾也可以吃了。现在 Pukes become acidic and has the ability to melt metal so you can consume。 哦，所以我们是可以试车的意思了吗？哎呦，我们来试试看哦，来咯。哎呦，太大了，吃不了啊！哇，那个车直接像粉末这样吹掉哦！现在我们技能都点满了，只是差发育而已。哦，这边有很多垃圾桶，为什么我们不能吃人呢、啊？给我吃嘛！啊，看我爬你，爬你！压死你，压死你！我要统治这个世界了！我们有伟大的计划，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世界和平计划即将要开启了！哇哈哈哈哈！啊！你们要感到惭愧羞耻吧，走开。碾过人算吃人啊，哎呦，我们已经解锁了吃人的能力了，现在我要变成绿巨人了，不是绿巨人，巨宝宝，快点来成为我肚子的一份子吧。恶魔宝宝来统治世界啦，屁孩，我们要撵除这些屁孩先。哇，我们来吃一点绿色的东西。可以吃了吧，车。可以吃，好好吃啊，比巧克力好吃多了啊！小屁孩，来呀、啊，打我、啊！小屁孩，哎呦，你打我的吗？哎呦，一点皮毛痛都没有啊！哎，我看到小屁孩，吃小屁孩先，消灭小屁孩，人人有责。看到超级无敌宝宝还不快点跪下，很多小屁孩在这里踢球，我的球来滚你了，收拾吧。哇，我现在已经35000斤了，哦，可以滚上去了。小屁孩，你有什么遗言要说吗？哎呀，其实这样还蛮可爱的呢。我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世界的霸主了，想不到你们这些无知的人类还不晓得你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已经犯了天大的罪，现在我就代替上天来惩罚你们啦。哇的哦，难道这个就是最高境界了吗？喂，啊，就这样啊，我以为好像陨石这样可以造成一个洞。啊，这个小屁孩他自己拉那个电缆，然后啊突然间就自己死掉了。OK， 好了，我已经没有东西要玩了。好了，那么这一次的 Fat Baby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记得留个赞，然后分享，然后 subscribe 龙牙系的频道，每个周三周日都有新影片。千万不要虐待小孩子哦，虐待小孩子的后果是……看你看那个小屁孩又来打我了，不知死活。